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佳佳老师。今天同学们要跟佳佳老师一起来研究的是什么呢？相信看了前面那么漫长的片头，同学们也能够猜到，这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一段内容，那就是火车过桥。火车呢，它和很多物体都会产生运动的过程，而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这个物体呢，它非常的乖，所以今天这一讲内容主要研究的就是火车或静态物体。大家都知道，火车肯定是会动的，对不对？是的。那么一定是属于我们行程问题。行程问题这三个基本的要素你还记得吗？记得。路程、速度和时间。而我们今天主要研究的问题，也就是基于这一个基本的公式来研究的。那火车过桥问题和以前我们所学的行程问题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在这儿，翟老师给大家讲个故事。话说海海同学呀，是个特别乖的乖小孩。每天早晨，他爸爸上班，他都会在家门口的时候和爸爸道别：“爸爸，拜拜。”爸爸呢，开一辆小汽车，嗖一下就从他面前过去了，对不对？嗯。那有一天，爸爸出差了，坐在火车里头，他在火车站和爸爸拜拜。爸爸呢，不幸坐在了最前面的位置上面，然后他就想啊，为了表示对爸爸的敬意，我要等火车从我面前通过的时候，我再把手放下。然后火车开始起步了，轰隆隆，轰隆隆。然后海海呢，就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了一分多钟啊，这个手都举酸了，火车才从他面前过去。那我要问问同学们了，为什么平时上班的时候汽车嗖就过去了，而海海送爸爸坐火车的时候要轰隆隆举半天的手呢？这是为什么呢？火车长，因为火车它特别的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火车过桥问题当中与其他的行程问题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运动着的火车它太长了，以至于长到这个长度你就不能忽略不计了。同学们都知道，在以前我们研究一个人走了多少的路，那是不是从 A 点到 B 点画一条线就 OK 了？是的。那现在佳佳老师要问问你了，如果对于一个火车来讲，当然了，咱们就凑合看啊，这是一列火车，简陋了一些。那火车呢要开了，轰隆隆隆隆，走了这么长的路。当然了，从这儿同学们也能看得出来哪个是车头，哪个是车尾了，对吧？是的。好，那下面翟老师要问问大家了，这个有长度的火车，它走了这段路，我到底应该如何来计算呢？是这种车头到车尾，还是这种车尾到车头，还是说车头到车头，还是车尾到车尾？你觉得哪一个是火车走的路程呢？嗯，这时候同学们肯定选什么的都有吧，有选这个的，有选这个的，有选这个，有选那个。还有同学说，哎，我看的怎么哪个都对呀，到底是哪一个呢？那同学们要想明白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运动着的物体火车，它是不是整个全都往前移动的？是的。在走的过程当中，车头在走，对不对？车尾也在走，车上的随便一个座位上的人是不是也在往前移动啊？是的。那我要问问同学们，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同学们想啊，车头移动了，比如说200米，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车尾移动了150米？嗯，不可能，这就出事故了，对不对？是的。车头动了多少，是不是应该车尾也动了多少？嗯，同样的道理，座位上的人呢？嗯，也是，除非他动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如何研究火车这样一个有长度的物体，它到底走了多远的距离呢？它走的路程如何来衡量呢？那就是要看火车上固定的一个点，记住是固定的一个点，这个点可以是车头到车头，可以是车尾到车尾，可以是车中间到车中间，但是必须是固定不变的点，因为这样你能够保证火车上每一个固定的点是不是都走了同样的距离。
所以在这几个图当中，同学们发现了这个对吗？不对。这个对吗？也不对。这个对不对？是的。这个对不对？也是。OK， 你的火眼金睛有没有看清楚呢？对于这样有长度的物体，它所走的距离，同学们一定要弄清楚，它走的路程是固定点走的路程。只要把这个点找到了，火车走了多少，你自然而然也就知道了。好，同学们，下面啊，我们就来见识一下这个火车过桥问题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来，第一，一列火车长150米，每秒钟行19米。那同学们告诉我，这两个条件告诉你的是什么呀？火车的长度，长度。这个呢？速度。火车的速度。那全车通过一座大桥用了50秒，问这个大桥的长度是多少米？那你看，有火车，有桥，对吧？这就是我们火车过桥名称的由来了。那下面同学们就要想了，最后问的是这个大桥的长度是多少米，而这个要通过谁来解决呢？就要通过火车过桥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同学们，老师画个图看一看，这呢是我们的大桥，长度有多少米不知道。下面要问问同学们，这个火车过桥整个用了50秒，这个50秒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又是从什么时候结束的呢？那好，以这个为例，这是火车，看清楚了啊，这代表车头从这儿开来了。这时候你说能要开始过桥了吗？就还没上课，就看没挨着边呢，对不对？是、啊、走走走走走，哎，车头上来了，这时候叫不叫开始过桥了呢？嗯，叫了，叫了。记住，是从车头上桥开始就已经开始过桥的过程了。然后走走走走走，哎，现在车是不是都在桥上？是的。然后继续走，开始下桥了。但是你想一想，当你车头下去，车尾没下去的时候，你的过桥过程完成了吗？嗯，也没有。也没有。一直到什么时候完成了呢？嗯，车尾也离开了。到车尾也下桥了，这时候火车跟桥就彻底没关系了，对不对？是的。好，那这时候火车走的路程到底是多少呢？我们画一个图，比如说这是火车，当然是简陋版的火车了。这是开始上桥的时候，开始计时，到车尾下桥的时候结束，对不对？是的。还记得佳丽老师说，火车走的路程是要看什么呢？嗯，固定点。固定点。那我们可以看车头到车头，也可以看车尾到车尾，随你的便。比如说我们看车头到车头，那就意味着在车头插一个小旗儿，那这个小旗儿走的距离是不是就是火车走的距离？是的。那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距离包括什么。嗯，哎，一辆火车的车长还有桥长。哎，到了这儿你就会发现了，实际上啊，它跟以前我们的行程问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时候火车过桥，它所走的总路程当中是要把火车的车长给它包含进去了，也就是说它会在路程这儿动一点小小的手脚。而对于我们同学们来讲，只要你会画图，那你就会另就火眼金睛来看出它这个小手脚。那下面就很好办了，火车的速度知道了，是每秒钟走19米，而整个的过桥时间是50秒，那走了多少路你知道不知道？知道。怎么算？嗯，用19乘以50。你的整个路程当中包括一个车长150米，那桥长呢？嗯，一减就出来了。 OK， 所以来看看我们详细的解题过程。火车经过的距离包括车长和桥长，所以桥长是火车走的总距离当中去掉车长，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个800米，好长的大桥啊。这道题对于我们来讲，你只要记住一点，就是火车过桥的时候，那么速度还是火车的速度，因为桥是不会动的。而这个过桥的时间呢，是从车头上桥开始算起，到车尾下桥结束。而这时候尤其注意的就是它走的路程，不但有桥长，还包括了火车自身的长度，把车长要